海鲜不能和什么一起吃？秋季正浓，但是依然减退不了人们对于海鲜的喜欢。很多人吃海鲜只知道盲目的吃海鲜，其实在日常的生活中，吃海鲜也是需要注意一些事项的。在吃过海鲜之后，我们最好是不要吃水果，因为鱼、虾、蟹等海产品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钙等营养素，而水果中含有较多的鞣酸，会影响人体对蛋白质的吸收。海鲜中的钙还会与水果中的鞣酸相结合，形成难溶的钙，会对胃肠道产生刺激，甚至引起腹痛、恶心、呕吐等症状。尽量避免喝茶，因为在茶叶中也含有鞣酸，同样能与海鲜中的钙形成难溶的钙，在食用海鲜前或后吃海鲜，都会增加钙与鞣酸相结合的机会。在吃海鲜时，最好别饮用啤酒。虾、蟹等海产品在人体代谢后形成尿酸，而尿酸过多会引起痛风、肾结石等病症。